人工智能 AI 其实就是一个魔术黑盒子，这个黑盒子呢，它是可以做出非常精准的判断或者分类或者甚至预测。比如说它可以预测这只股票明天会涨还是会跌，或者是我贷款给你，你会还还是不会还，或者甚至是我怎么样把你的脸修一修会让你变得更美。那 AI 怎么这么聪明呢？是因为它从大量的数据里学会了怎么去达到一个最优的结果。所以呢，如果有一份工作，它大部分的里面的抉择都是在5秒钟或10秒钟以内能做判断的，那么这个工作呢，就可能会被 AI 取代。根据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AI 能做的事情，大概在未来的15年之内，一半人类的工作呢 ，AI 是都可以大部分或全部取代的。这个从表面来说，它带来的是一个潜在的失业的问题。虽然失业不见得会在15年发生，但是即便是20年、25年，一半人的工作要被机器替换，这其实是带来很大的挑战。从表面上，我们可能认为，那这些人怎么养家糊口，他们的工资薪水怎么办？但是其实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今天你去问大部分的人，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或者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相当大比例的人会说，我要提高我的生活的品质，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让我的下一代能过得更好。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这种的价值观引导之下，如果一个这样的人他失去了他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而且他所丧失的不仅仅是一笔收入，还有他的人生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考虑到 AI 取代人的工作的时候，它绝对不只是一个收入的缺失。真正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让他们不但能够有收入，而且有自我价值的工作。就像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经过了一个有痛苦但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转折，我们也要同样的思考，从工业社会走向 AI 社会，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工作，帮助更多的人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怎么样达成一个更符合 AI 时代的社会契约。United in celebration, we marveled at our own magnificence as we gave birth to AI. 我们都很爱看科幻片。30年以前看科幻片就像看童话一样的，你就全部都是假的，你就看看想象力就可以了。但今天很多科幻片里的 AI 是可以实现的了。Morning, sir. Yet another on-time delivery from.AI 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快的， AlphaGo 打败人类棋王仅仅花了2年的时间。 AlphaGo 出现之后，可能真的我对人生啊，包括不是你认为棋，对人生啊也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和看法。那么这样的速度如果被用在各种领域，会不会来得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AI 的时代还有很久，我们今天就活在 AI 的时代。人类的未来将走向何方？这是人类过去从来没有面临的一件事情。人和 AI 几乎作为两个物种，要怎么样能够互补和谐的往前走。 Life was given to us a billion years ago. What have we done with it?
长期其实 AI 会让我们有两个很大的觉醒。第一个就是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我们人类将幸运地从重复性的工作中得到解脱，而且给我们时间来思考人之何以为人，以及人生在世的意义。第二个是我们人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选择的， AI 是没有的。我们如果相信 AI 加未来会变得更好，我们就会走一种方向。我们如果相信 AI 是带来的各种不好，而是一个负面的心态去走，那又会带来另外的一种未来。因此在人类和 AI 发展的故事中，我们一定要撰写我们人类自己的结局。我记得自己在申请读人工智能博士的时候，我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是我们能不能发展一个取代我们大脑的软件。 Okay, so my personal journey start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5 years ago, when I decided to dedicate my life to the pursui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ause to me at the time, this was a study and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how the human brain works.And I could think of nothing grander than understanding how the human brain, and I thought that would be the final step in the human journey to understand itself. 但是我作为一个理工的博士，其实没有真的考虑过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它对整个社会的意义。然后我自己更是一个工作狂，不断的去希望能够开发更多的产品，投资更好的项目，也没有静下来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直到2013年，我不幸罹患了癌症之后，在我自己治疗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我过去其实很多生活的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我在生病之后才发现，一个工业时代价值观的工作狂思维，其实就把整个人生都给了工作，这个是不合适的。因为当我可能面临死亡的时候，我其实最珍惜的是我的亲人、家人、朋友，我更希望能够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很遗憾过去没有把这点做好。所以这是我自己被癌症点醒的一件事情。 AI is serendipity. It is here to liberate us from routine jobs, and it is here to remind us what it is that makes us human. So let us choose to embrace AI and to love one another. Thank you. 那最后最重要的呢，我也真的了解了，我过去认为人工智能就是取代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而且非常幼稚的一种思维。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传播我们的爱，那么我们的大脑并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其实最重要的器官是我们的心。